十九日晚间，在首尔汝矣岛的某烧烤店内举行了韩剧《怪物》的杀青宴。赵宝儿一登场，记者们的相机就闪不停。赵宝儿也停下脚步，应记者们的要求，摆出了自信的 pose。在这部剧中饰演反派角色、演技获得好评的朴基雄，一身帅气的黑色休闲装出席，尽显明星气质。陈友莉的现身立马引起了现场一片骚动，白色衬衫搭配黑色时尚短裤，尽展美腿诱惑。主演将置换压轴亮相，帅气的白色毛衣搭配浅蓝色牛仔裤，显得帅气十足。